讲讲店里面最近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阿伟。现在呢，家里面的木也扫完了，现在已经下南宁了。今天呢，店里面有几辆车要更新一下哦，给大家讲讲。店里面最近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车？这个第一台呢是2014年的顶配的飞度哦，看一下飞度。这边这一台呢是别克 GL8 的商务车，商务车。到这边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店有三台这个丰田王冠哦。然后呢，最近呢，这个是我们店又新进了一台丰田王冠哦，3.0排量的那个2010年的丰田王冠哦，看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第四台呢是一个2017年的丰田威驰哦，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2017年的丰田威驰，这个就是第四台了。最近就更新了这几台车啊，这几辆车呢就是我们店最近更新的几台车哦，现在库存比较满哦，有喜欢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哦，兄弟们，就算是店内现目前没有，我也可以帮你找哦，可以帮你找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